我是汽车都不在，哎，哼，在哪？草山外。快快快的哇！老弟，不要拍照，啊，要把视频删掉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哎，你好，别拍照了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去一边去。干嘛？干嘛？你们干嘛呢？不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去去去，玩手机呢？玩着呢？玩着呢？玩着呢？你干嘛？你这是玩手机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啊？你干什么的？我监督你们的。你干嘛的？监督啊？玩手机，上班时间还不到拍呢。啊？一会儿干嘛还给你见？啊？拍你们？看见城管玩手机的视频了吗？你那都是我们俩，就是我们俩拍的。啊，先拍我。我们，你先那个，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呢？我的。那、啊、跟你有关系吗？有啊，有什么关系啊？立正站好了，给我打敬礼，出示你的执法证件。啊，你干嘛的？啊，你是干嘛的？玩手机拍你们？啊，还怎么了？你干嘛的？你不要妨碍我。你干嘛？你吧，对，你说的对。你先撂出，你先撂出证件来。你我妨碍你执行公务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妨碍我们执勤啊！对对，你怎么行？不行，不，你们这几个监督你啊！你们玩手机，我们监督你。上班你要不要妨碍我们执勤啊？你干嘛的？把执法证拿出来。哦，你还有民警，你这还真不错，真有民警。他们上班玩手机，你怎么不制止他们呀？啊，这个事得说你，不能说他们，对不对呀？不一定玩手机，他看那个什么呢？他看什么？我都看见了，他玩手机呢，正打游戏呢。他正打游戏呢。我拍了。啊，看看城管玩手机了吗？那两个城管已经被开除了，我告诉你说。你让他走啊！你先别走，回来。不，你干嘛去啊？不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给你夹住手，我告诉你说啊，你夹住手，你干嘛去？你有权。他是不是那个？不，你是个协警啊！你有什么开警车？你有什么权利开警车？看看这个。我把人给我拿走。你没权开警车，孩子。别说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没权利开警车啊！听了吗？下来。下来。刚才那民警呢？刚才那民警呢？也在这屋里边。不，刚才他出来了。出来也没在屋里边了。他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啊？跑了，他给跑了。啊？他给跑了呀？我跑去吧，他父亲他有权利，他跟你说吧。我那个民警跟着他，民警跟着他。民警儿子还也不理他，跟你说。嗯。你有权利开警车吧？作为辅警，啊？你有权利开警车吗？问问你。啊？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现在没开。辅警不允许开警车。你现在干嘛呢？我打着火，把警灯。哎，对，打着火就视为你。如果我酒驾，我打着火了，那我就是酒驾，你就可以处罚我。你现在开着了，人家没开车，别找。去，一边去！你是干什么的？关系，一边去！你是干什么的？他开汽车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行为，你人拍视频的是吧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老百姓，跟你你什么老百姓？我告诉你说，你我听你已经说话了，你跟他报警，你跟他报警，抓他们！你这找死！对，没事，你可以报警。公路行政，你可以报警，听了吗？你看不到，你不懂。他刚才打着了啊，打着了视为你驾驶，听了吗？你自个儿打着火了。如果我酒。
酒驾，我喝了酒了，我打着火就视为酒驾，行了吗？你以为你啊？你以为你开车？不，你不用给我，你不用给我说这个没用的。我是过路群众。你去一边去啊！怎么的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警察，你脱了警服来，你冒充人民群众，行了吗？你是干嘛的？我叫高保中，我们家钥匙村的。啊，你就是找死啊！对，你可以报警，报警叫警察抓过来。我六十多岁了，你六十多岁的干嘛？干什么警察？你我跟你说，你就是警察，你穿着脱了警服了，你冒充人民群众。我跟你啊，我还是外地的。嗯，怎么点儿干的？录像的。录吧。您好，同志，我问一下，咱们这是北京市法院的信访接待中心吗？是人民来访接待站。那咱们的北京市法院信访，咱们来访的，我跟你讲，业务就是你有北京市各个法院的生效判决，还有裁定书，还有调解书就可以进入，没有的话应该不接待。关于这个国家发布的北京市信访条例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信访事项受理和办理，这个我不太清楚。这里边明确写明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建议、批评和意见，以及对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违法失职举报的行为控告或申诉，就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是可以提出信访请求的。我不太清楚。咱们这儿，我把法律条文给您拿出来了。找呗，哪您找哪呗，我没办法。我把法律条文已经给您拿出来了。拿吧。您让不让我进去进行上访？您不符合。我不符合是吗？对。行嘞，好嘞。您不符合进入的条件。也就是说，我要对法院工作提出建议、批评和意见，以及对法院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举报。我来咱北京法院举报不了是吗？举报不了，好嘞，没有这业务窗口。明白了。厉害吧？上我还有，操你妈了！哦，每个男的都钱多。我男的给他一个，有个大的。皮皮虾。提这一下很开心。今天是2024年6月26日，北京延春派出所来两位警察，竟然把我们的菜刀拿走，我们这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。有点过了，有点过了，警官，你不应该拿我们的刀。你凭什么拿我们菜刀？你凭什么拿我们的菜刀？啊？拿走吧。你不生活吗？啊，什么法治国家呀？你这是对法治国家的污蔑！你们想干嘛？这是国家的耻辱！你干啥？你凭什么拿我们菜刀？我拿菜刀行凶了吗？啊，你是做贼心虚！对呀，你们这都是书啊！拿一本出来看看。我靠！拿着书，假的呢？这书都是假的呢？装饰的吗？到便道进院里，咱就往边上站，别要影响交通。往里靠，往里靠一点，好吗？把路让出来啊！哎，把路让出来，谢谢。
来来来，往后靠一点，我们等给你提前一提前。还有那当地火兵呢，往里靠一点，往里靠一点，往里靠一点，后边的人可以上便道，好吧？来往后，你把旗子，哎，来往里靠一点。往里靠一点，这块会过那个汽车的，别碰它们。我这不正上，就上过来。牛，你这站有没有？对，娘弟来了吗？娘弟。来了，我得请个子，这晚回去干嘛？要走的时候我干嘛？做那个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不能一样的，不能一样的。哦。怎么又回来了？今天有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